现在自驾了吗？来，对 ，OK， 对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自驾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减速哈。对，电机是定空间系统，然后但是它就要判断，所以是。然后你可以看周遭的人群，还有对应到我们的结果。哇，还有车要切进来，对，然后你看我们停下来了。那个车线，一般车子有 ACC， 我们这个 ACC 一般是因为前面有车子，行人接进来又，我们这边呢，行人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处理，我们都可以做 ACC， 好像有点变法了，对对对，因为很近的时候就变红色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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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从加速就，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周遭的车辆，哇，连摩托车都超过十台、二十台了，对啊，我们被围攻了。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是不是要写出来一些？我们有写，是说，我跟您报告，台湾的状况很怕的，就是我们再怎么写自驾车，他们还是觉得我们要让他们。那像现在就是有人，我们就会，把全法国就散出去。我们有写，但是大家不会特别让你们这样。用电量超凶的，车子还
那个门店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弯过去回到中科路这样。我到新加坡。